睡好了没有？啊？睡好了没有？球回去。别动，看你俩这两天掉毛掉成啥了。吃点早餐再出发。其实抓这个狗笼啊也费不了多少时间，就是个十几分钟啊，因为它有八条螺丝，哎，上面四条下面四条，拆了它就完了。哎，不用了就把它放在这儿，放在这儿就行。这其实也省事，也不错，也没有太多大的。这个东西啊，时不时地用一用，这就掉毛里头，这不掉不用一用的话，昨天晚上在花海鸳鸯景区露营的，那边山上的牦牛都已经出来吃草了。这个山的后面，这个是雪峰。今天又是多云，也不是阴天，隐隐约约太阳也会出来的。这么多羊，这全是，看这，咩，咩。这啥东西？猴，喂，不是吧？这啥东西？土拨鼠啊！土拨鼠。这儿有了高速了，张文高速。
从这儿进去是上高速的，这面还是国道227，这面就是海拔高，天也冷啊，又有了牦牛了。哎，对面是雪山，这是一个什么山？咱也不知道，祁连山。喝点雪。感觉这条路上的车好多，都是拉煤的车。今天现在我走的这条路是国道227，身后这条路是高速，这边是往西宁走的，这边是往张掖走的。看看后面的雪山，其实这边还有一条铁路啊，但是人家铁路不绕山，在那个山下面有一个隧道过去了，所以是看不见。条件慢慢好了，高速也有了，铁路也有了，公路在中间，所以说车流量也大了。慢慢走啊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听见看见前面的车大车多的话，我就停到边了，先让他们过了。这高速上的车流量还没有这条国道上的车流量大，后面是黄山。一般的大货车都走国道，因为高速有收费站，能节省开支。这段路程每天上午是晴天，能出来一会儿太阳，下午天就保总阴，又阴了。那个山里面那里面雾蒙蒙的，而且刮风就冷。这边是草场，又有了几户牧民了。这个羊病了，看，还有一口气的倒是，放那儿不管了。怎么他不把那羊吃了肉哎？看那个羊。马上就不行了，那会儿刚说了这天阴了阴了，它就飘开小雪花了。黄河的水呀哗哗的流，这水怎么红成这？这边还是冰的，这边还冷的。那个小河是这种颜色的，发灰的，也不是那么清澈。有水的哥，有水，谢谢哥。给你拉上一点吧。不用。啊？不用。谢谢哥。大哥给的水。这段时间这天气就是这一阵一阵的，现在天又晴了，哎呀，赶紧出去咱亮堂堂的拍点风景。每天是这灰蒙蒙的，今天这风大，咱去找一个避风的地方，咱就休息了。很多那种桥洞呀都铁丝网围的，进不去。天又下开雪了，下雪了咱就不走了，就在这儿休息了吧。看这
这么大的高架桥，上面就是高速公路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这天是啥情况，应该是下不成啊。天毕竟虽然是下雪，它毕竟是暖和了，别管它下成下不成，咱就在这儿休息了。哎，后边是雪山，这两三天这个气候稍微冷点，所以说咱就不用那啥了，咱就不用去硬赶路了。下雪了的话咱就休息了，明天接着再走。好了，这样就今天晚上下雪也不怕了，又飘开雪花了。实在不带做饭，你俩将就将就吧，行吗？吃点热行不行？开着天又飘开雪花了。这一面屁股就跟不是的，哎，听话，哎，这不是乖乖的听话，看这都听话，看那就那么点儿，贝贝没吃完，巧克力吃完了，水也不喝，放了吧。哎，他们就关狗笼里了。喝点方便面吃吃算了。外面下开雪了，人睡了。还有两个便蛋，今天将就吃点算了，不吃饭是不行，吃点
晚上饿得睡不着。哎，今天路上是车子真多。那这有点少，再煮一点。明天早上起来再吃点。哎，这家这热气不行，这热气明天早上起来全是霜，还飘雪的。狗啊，今天给他们吃了点儿。那两天那个大姐给了点狗粮，少吃了点儿，没不吃。巧克力吃，贝贝不吃。总是喷小欢。车里面煮了点面，挺暖和的。不下了，外面不下了，但是飘了不少雪。好了，今天休息吧，窗也不开了。哎呀，窗也不开了，今天感觉好累啊，每天都是这个。所以今天就早点休息。今天吃了点方便面，狗狗也没狗也没有给狗狗们做饭，吃了点那个狗粮，哎，将就一晚吧，实在累得不行了，没有个好的办法，太累了，这段时间一直就感觉身上乏力，又不想去休整。人要是一累了，就没有精神状态了，干啥也就是不带做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咱今天就分享到这儿，早点休息，今天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再睡个自然醒，睡到下午四点起来走也算。可不能这样弄了，这样弄的话，没几天把身体就搞垮了。所以说不能这样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咱就休息了，祝大家做个好梦，拜拜，明天再见。